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好几天没见了啊！感谢大家关注徐师傅徐斌。今天咱们已经搬了一块料子过来了哈，搬到这个玉石切工加工厂这里来。然后一会儿要切一块大货啊，一块大货，一块 MC 的会卡，然后飘色花了一件大料子翡翠原石。来看一下，就我身边这一个啊，有49公斤。49公斤的一件会卡，整个料子还是一个 MC 没有洗的那个带着泥的状态。一会儿我们欣赏一下，先看看这个表现跟皮壳，然后还有打钉子效果，最后呢来识别一下它那个切开，因为我们马上要挂在上面去切，最终切开是什么效果呢？我们现在来判定一下啊。整块原石是一个色料，它是有色的，它是一个色料，就是里面有很多绿色花。块头非常大，那我们这种大块头肯定是要赌手镯，是不是？赌手镯，赌中间有很多绿花，然后有那么一片，哎，完整没什么裂，带绿花带阳绿的一个手镯哈，是我们要赌这个啊。但是呢，这种色料哈，非常有多的不定数，特别是这种 MC 带着泥巴的，那个它的定数会更大一些，那会不会有很多惊喜呢？那这种东西玩起来就有意思了哈。来，我们来欣赏一下，以后再开干，然后不要走开，一会儿点赞，点关注，把它切开见结果。来，这是一件49公斤啊，料子还是块头非常大，49公斤的料子啊。我们这个料怎么切呢？我们研究一下啊，色是肯定有的啊，全身都有色，来看一下，全身都有色，而且这个色啊非常不错，整个回卡的料子啊，水头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水头也好啊。水头也好，然后色花是多多的，不是说这样一个位置哈，到处都有色花。比如说这边 ，OK， 是吧？这种料子哈，赌起来就好玩了。其实这个料子还要赌什么呢？就是赌裂少。但从皮壳上来判定的话，这个料裂不多哈，裂不多。然后一会儿切完以后，这上面的泥巴哈，它就会掉掉了。那这个泥巴哈，其实很容易识别它到底是不是天然的哈，是不是天然的泥巴很容易识别，特别是像这种记号，看到没有？这种记号跟它的泥巴的一个交叉，那个交叉的地方，其实要识别真的 MC 和假 MC 很重要哈，因为真的 MC 大涨的几率才很高，如果是假的 MC 的话，就是这个泥不是，就是后期浮上去了，那赌涨的几率就低了。但这个料子哈，我个人认为哈，涨的几率还是很高的，涨的几率很高。那到底切开什么品质呢哈？我们要赌的是手镯，色多多的手镯。好，一会儿就安排到架子上开工。来画条线先啊，这个其实长得有点斜哈，但是呢我们要切的还是把它正着切，就是这个厚度啊，厚度大概因为这个皮壳可能是比较厚，斜不线呢，大概就是要开这么厚度，大概5厘米下去啊。如果下薄的话，这个东西哈不一定能下到肉，所以说5厘米下去其实就接近中间了啊。如果第一刀不是很理想的话，可以再来第二刀看看中间，所以说这一刀还是比较关键的，第一刀赌石的第一刀很重要啊。重新换支笔，这是啥情况？写不见的红红火火大切大涨。 OK， 哎，好，就学这个盖盖了。这个面的话就有2-3条手镯的机会哈，然后看里面的情况了。其实要赌的话赌在中间，但是我担心如果是这个，因为切的太厚的话，它的裂的走向它这个位置就不够了。其实切完这一刀如果不是很理想，我可以这样子切也没有问题哈，这样子就不影响它到时候里面出手镯，但是又不能切得太薄啊，切太薄也不知道效果，因为这个不像木蜡，不像莫西沙。 OK，出大涨，切出一团满满的色，飘色至少啊，满满的飘色，这种看起来丑丑的石头，能不能切出漂漂亮亮绿绿的来？里面至少有一团啊就行了啊，要求不高。这么大坨石头有些时候大的东西啊，你不要期望它全身都好啊，中间有那么一团。比如说戴一只手镯，哎，上面全是阳绿啊，阳绿多多，越多越值钱，那就不错了啊。
压缩哈，这个料。全堵的哈，绝对是全堵的，它是。过去关窗。啊？过去关窗。嗯。这石头是不是长得一般般啊？长得其貌不扬啊？好东西在里面呢，所有的石头没切之前，它都长得丑，长得丑的不一定里面就丑啊。如果是都是漂漂亮亮的，打成透透的了啊，那价格就贵得去了。像这种啊，才有正儿八经的出奇迹的机会。玩赌石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玩全蒙，表现少，但是几率涨的几率高的东西，价格不要太高。像这种东西，如果是莫西沙啊，打灯又透又绿，那你讲天文数字啊，没个几十万上百万你都没有机会。好了，马上就开切啊！大家不要走开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我们最终看它切开的效果。打开那一刹那，才是赌石的最精髓的地方，最激动人心的地方，好吧？你们不要等啊，你们不需要等，我可要等半个小时啊！一会儿见。粉米，再来一点啊！不要。再来一点啊 ！OK， 再来一点就再来一点了，还有两分钟了是吧？OK， 好，再等两分钟，现在是蒸开了哈，蒸开了就差一点点了，搬开它，这一刹那是最精彩的，最期待人生最惊喜的时候，来吧，让大掌来的更猛烈些吧，看到瘦了，我边缘我都看到绿了，朋友们有没有看到？我是看到了啊，来，一二三，走起，哇！哦，还行，没有到那种大惊讶的感觉，但是已经不错了啊，全是满满的瘦花，非常非常不错啊。可惜总的话是一般般了一点，但是这个已经在我的预期范围了啊，预期范围瘦多多，里面有一点点癣啊，但是瘦比癣多，这就非常不错了哈、啊，瘦比癣多，非常非常可以，手镯也是确定的啊，手镯是确定的，可能会有一点棉啊，有点纹，但是手镯是肯定确定了。哇哈哈，全赌石全蒙石，能蒙出这种品质，非常不错啊，非常不错。来，朋友们喜欢翡翠点点赞啊，喜欢赌石咱们继续见证一下啊，下一块，祝大家拜拜。